兄姐妹平安。那对了，今天跟大家试想的一个题目是积蓄五谷到永生。还记得这个使徒信经最后一节最后一句是什么吗？我信永生啊，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好，我们来读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你们岂不说到受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受割了。受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好，前面呢，耶稣就对那个门徒他这样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看降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门徒所认为的要收的庄稼，门徒所注意的那件事情，跟耶稣所注意的是有不同的。门徒所注意的是那个真真实实的在世界上按着时候要四个月才收的那一种的庄稼啊，就撒了种就要收割了那一种庄稼啊。但是呢，耶稣所讲的是另外一种的庄稼，就是人的需要，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那一种的庄稼。耶稣的想法呢，常常跟门徒的想法呢是有不同的。其实这个是35跟36节，那这个35跟36节前面呢，其实又有一段的圣经我没有叫大家读的，不过呢，我觉得我来读给你们听啊。因为这个31节那里呢又有另外一个门徒跟耶稣的看法是不同的啊。来，我读给你们听啊。这里说，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啊。”这个门徒呢是好意的，就拿了东西请那个耶稣来吃啊。所以可见呢，门徒呢是非常关心耶稣的啊，就给他吃啊。但是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短短的圣经里面呢，已经有两个地方，门徒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是不同的。门徒是按照一般的情况，他们生活上的经验啊，肚子饿了就要吃了，耶稣你肚子饿了我就把东西送给你请你吃，这是一般的想法。而努力之后就要收割了，撒种耕耘到时候就要收割了这是门徒的想法。我也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呢，不晓得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虽然我们做了基督徒，有些做了好久了，但是我们的想法呢，还是一般人的想法，而不是耶稣自己的想法。这也没有错了，没有错，肚子饿吃吧，就是有需要就吃吧。然后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你读完书，你毕业了，你要找份工作，这个是个收割啊，又赚了钱啊，是一个自然的情况。我读完书，我跟着下来的就应该有可以开始有收入了，开始可以买个房子啦，开始了可以买个车子啦，开始了
可以娶个妻子啦，那开始了可以生个儿子啦，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情况嘛，我们应该是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好合理的。不过呢，假如你单单这样想的话呢，你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因为普通人都是这样想的，肚子饿就要吃了，要努力过之后就收割了，一般人的想法。但是这两个地方刚才读到，一个是35到36节，一个就是31节32、阶段，耶稣给他们一个新的观念，一个属于基督徒的观念啊。假如你是基督徒啦，你就有基督徒的观念，有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有基督徒的思想的方向，而不是单单属地。我不是那个是错，没有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是正常。但是作为基督徒呢，他应该有个更高的一种思想的方向。我们要吃东西，但是呢，耶稣说我已经有东西吃了，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解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用这个来当成他的食物，所以他常常都忘记吃东西，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另外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思想的是有另外一种庄稼，是我们要去收割的，去努力的，那是按照人的需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庄稼，要收的庄稼。可能因为这种观念的改变啊，一种价值的转移，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转移，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在世界上呢，生活了几十年，特别在做了基督徒，还要改变一个观念呢，是不同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当耶稣要门徒改变一个观念的时候，他特别点出了一个三重的恩典，就是说，假如我们按照耶稣的吩咐，按照这个去愿意努力去收割庄稼的话，把我们的观念去转移的话，36节，耶稣点出了三种的恩典，鼓励我们，鼓励我们，确实是这样。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吩咐，都是带有恩典，真的。我们遵循神的吩咐，那个不是要伤害我们，神不会这样做。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他后面的目的就是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这个事情，千万不要以为来到教会就是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个，然后呢我才算是个基督徒，好像有好多的剥夺，好多的损失，好多的付出。不是的，神不必要透过信仰而叫我们受苦，神不必要透过信仰而叫我们有亏损，相反，神是要透过他的吩咐来祝福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记得记得，神没有必要要拿我们拿走我们些什么，神没有必要要让我们觉得来信仰是一个亏损，不会的。遵循他的旨意有一个蒙福的应许，36节，我说这是个三重的恩典啊。我们来看看啊，什么三重的恩典，我们先来点出那三重的恩典是什么啊。我们考考大家啊，我再读一次36节，请大家看看什么是叫三重的恩典，在这节圣经里面提到了什么恩典啊？
烧革的人得工匠，知虚五谷道永生，叫杀种的和烧革的一同快乐。三个恩典在哪里呢？三种祝福在哪里呢？我的我自己的领会啊，烧革的人的工价是自然的，是不是啊？这个谈不上是恩典，是不是啊？这个因为是我做了工的工价是应该的，但是呢，我看到有三个地方，请大家今天特别注意的，一个就是知虚 saving 啊。等一下我会详细来解释一种恩典，能够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所持续是一种恩典。第二个，积蓄五谷到永生，就说你所留下来的东西，累积下来的那种结果能够存到永生，这个是一种恩典啊。有些是存不到永生的，你知道啊？等一下我详细讲啊，为什么我说这是恩典啊？第三，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啊。第三是快乐啊，而且说一同快乐啊，这是真的是好大的恩典。好，我们来现在来试试看啊，每一个好好来思想一下，先来思想继续啊。为什么知识是一个恩典呢？有很多人他的人生是不断的要还债的，不是知识的啊，知不知道？现在好多的大学生啊念完书之后呢，他就还钱了。我这个信用卡的人啊，这个常常都把那些学生来做，就是看他们是肥羊啊，还没有毕业就送给他一个 credit card， 哇，好容易用啊，这个 the credit line 啊，结果呢，他还没有做工啊，毕业之后呢，就付了一身的债了。我这个想起来好惨烈。然后我儿子呢，今年都40岁了啊，不过他毕业之后啦，我发觉他背了几万块的那个 credit card 的数啊，哎呀，单单每个月给那个利息啊，就是200块了啊。他把他的薪水拿利息啊，后来我跟我太太就看不过眼了，哎呀，我说那帮你付就好了，因为太重了，那个压力太重了。好多的人，他一生好长的时间，他没有知虚，相反是还债啊。假如你今天还有知虚，你要感恩了，假如你还没有办法有知虚呢，那你要努力了啊，要追求一个有知虚的人生啊，靠主的恩典啊。债不单单是钱的啊，有些人是还那个感情的债，是不是啊？还了欠了人感情的债，所以呢，好亏欠啊，好亏欠，常常都觉得好亏欠啊，这个背负了感情的债，有的哈、啊，好像你听过一首诗吗？好出名的，树欲静而风不息哈、啊，子欲养而亲不在，那个是感情的债啊，一种遗憾啊，这个是。很多人会有的情况啊，有些人呢是还他这个行为的债啊，有些在坐牢啊，坐牢的人就是还他行为的债啊，还有呢不一定坐牢了啊，有些人做错了事，说了不诚实的话，其实他们不要以为这个没事啊，是还债的，因为人不信任你。你讲的话没有人信，所以你要做了好多好多次诚实的人，好长的时间啊，不断不断做诚实的事，做诚实的人，才建立一个信用
借是还债啊，你借了美国啦，这个信用卡就有一个 credit， 一个信用的 system， 这个系统啊，你假如你不诚实，你这有些应该还的你不还啊，等等等等啊，他会扣你分的，他扣你分呢，你去买房子就有问题了，买车子有问题了啊。这个好，这个整个美国都有这种情况的一种经济的一种模式啊，所以很多人在不断的还债的，所以能够有储蓄，那是一种恩典。不过呢，这里不是说普通的储蓄，这里是说储蓄五谷，这个谷是好像打错的，我不是简体字用这个了。我是用繁体字的，五谷就是收成的一种五谷哈、啊。那能够支取五谷到永生，那个更大的恩典，你知道吗？今天好多人的储蓄啊，是有会过期的。他你的好像你去坐飞机，是不是有些礼数啊？有些 point 啊，那个储蓄的，可以你够那个 point， 你就可以去住旅馆啦、啊，你可以去做些什么事。但是那会到期的、过期的啊。你说，哎，我都不会过期的。你知道好多人啊，他的人生啊，他储蓄之后啊，不是那个钱过期啊，是他自己过期。你知道人呢、啊、死了之后，在医院啊，他用的名词是什么？叫 expire， 怎么叫 expire？ 知道吗？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在他的记录里面就是这个人 expire， 他不是说这个人死了，这个人过期了 ，expire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世界上所支取的那种的东西，你以为可以继续下去吗？不是。假如不是那个东西过期，就是你自己过期。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我好感激这个人啊，我好感激他。他80几岁，这个医生，他离开世界之前两个月，他不想他两个月之后离开世界。不过大概他觉得他的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他就做了两个好重要的决定。这个老人家80几岁的医生，到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做了两个好重要的决定，我好感谢他啊。他就把他没有儿女啊，他没有儿女。朋友也很少、啊、所以他是觉得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所有一生积蓄下来的所有财产都奉献了给教神。我好感激他，我能够买这个地方啊，能够pay那个 mortgage 啊，能够顺利啊，都跟这个老人家有关。不是我那么有钱能够买到这些地方吗？但是当我来数点他的那种积蓄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叹感触啊。你知道他放的钱呢有三个部分啊，有三个地方来积蓄，把他的积蓄来放的。一个呢就是那个 stock market， 就是那个股票啊，那是最多的，啊，他花好多时间去买股票，去考察，去等等。我相信啊，他是很懂这个，就做的很有条理的啊。另外呢，他是把他的一些银行一些钱也放在银行一些的定期的存款啊。另外呢。他有一个信托人的、啊、他帮助讲师呢，他有一个信托人啊，那个信托人呢就带我去啊，去他的保险箱啊，打开他的保险箱，有好多100块钱啊，
100块钱，都是整整齐齐的放在那个保险箱里面。我可以想象这个老人家花了好多时间、好多心血、好多劳力去一生来积蓄这些钱，还有些首饰。但是他离开世界，他没有时间去用。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真是很聪明的决定。不是因为他给奖生，我觉得他聪明。来世我们所做的一切，他都有份了。将来啊，这个都他有份了。你们坐在这里要感谢他，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聚集，能够做事情，要感谢他，因为他在最后的两个月的时间，他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就是他信耶稣，因为以前他没有信主，他的朋友啊把他带到我这里啊，他愿意听，愿意信，所以我就在病床上就给他传福音了，然后他好愿意信主，我就给他施洗，在病床上给他施洗，他做了基督徒。然后在病床上就请了律师来，就把那个遗嘱那个 trust fund 来做好。然后啊，当我拿到这些钱的时候，我一方面我是很感激他，一方面呢，脚身所有的工作，他有一个很好的投资啊，是200，加起来是250万。不是小的数目，你记得这里买多少吗？讲的这里要500多万，不是小事情，都是凭信心的买下来。那个买的时候，那个钱我还不知道有人会这样贡献的，我是先买下来，我是先装修，然后才 closing 啊，然后才那个钱才来，是这样的。我所就这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他所做的，我们带人信主，有人归主，这个都跟他有关。这个就是积蓄五谷到永生。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不是每个积蓄都可以到永生，有些不是那个钱变得贬值了，没有用了啊！真的试过啊，在人类历史里面，好多的钱都突然间变成没有用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天方夜谭啊！真的，好多人的钱一夜之间就没有用了 ，expire。我们的人也会 expire， 也会死的。所以真的要好好来思想，能够积蓄这是一种恩典。但更大的恩典是积蓄到永生，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思想。我自己呢，怎么会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其实跟这个观念有点点的关系。我在大概1967年的时候，当然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啊，1967年的时候，我是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啊！那个时候我刚刚20岁啊，你就知道我现在多少岁了啊！1967年20岁、啊，那我做了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那个时候我读到了两段圣经，一段圣经呢是记载在彼得后书，大概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天地都要废去。有烈火，有烈火，是吧？有形质的形，有形式，有形体的东西，就说那个东西哈、啊，这个世界都会被火焚烧，就消灭了，就没有。我记得那个911那天啊，我看到那个911那个景象啊，我就明白这段圣经了，特别明白。以前我是相信这个身体，这个世界会完全被融化。你看911那个飞机撞到那个整个大楼就融化了。所以当时我就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那时候20岁，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这个有限的人生，有限的人生，我必须投资投入在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一个地方。当时我真的这样想啊，就算我有多少层楼啊，我成功了，我买了多少层楼，这个才20岁啊，我已经想到这个，我就算有好多的楼，好多的产业，有一天那个火都会被火焚烧，都会过去，那我不如呢投资在一个不会被焚烧的那个永恒的事情上。我想不到那么多年之后了，神没有把我这个买楼的恩赐拿掉了，现在脚身啊还有好多楼啊，好的好感恩，不是我的啊，不过呢我确实是很感恩，我奉献了那个事情啊，上帝加倍了。我不舍得，我不奉献自己的话，我是否会买一些楼啊？不过有人这样说，假如老牧师不是做牧师的话啦，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地产商，他想想，那想想也可能是啊，这上帝给我特别的滋味。那除了 New York 之外呢，我们香港有地方啊，我们南加州有地方啊，德州有地方啊，北加州有地方，加拿大有地方，中国有4个地方，都是那个 building 啊。哎呀，我觉得好特别啊！我奉献了的那个上帝就加倍给我，不是我的，我不会留给我儿子。但更好，我可以这个是存到永恒的，存到永生的。我每次想到这个中国的那些楼啊，那个产业啊，每天都有，现在加起来四个加起来啊，有200多个小孩子。啊，200多个小孩子每天在那里那个大楼里面来生活，来成长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积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积蓄，而且是一个道路上的积蓄啊。那我是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一段圣经，就是彼得讲的，这个世界都要被烈火融化，都会过去。但是有新天新地存到永远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否则你的人生好悲哀的。因为最美好的东西，你都需要一个承载的一个东西，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啊！我没有时间专门来讲永生，不过呢，你们每个星期都会读那个《使徒信经》啊，我信永生非常重要啊。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是约翰一书，那另外一节圣经，他说世界上所有的情欲的事情，所有的情欲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啊，这是约翰讲的。其实，在每一个圣徒，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每一个圣徒。在他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永生的观念来支撑住他们好好的来过人生的生活。啊，彼得有，约翰有，约翰还有一节圣经非常好的，在那个启示录，他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有没有人这样说啊？啊，你明天要死了，人家说你有福了，不会的。但是约翰是这样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做工的果效为谁做的？就好像保罗也有同样的意思，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啊，否则我们做基督徒不会做得好，不会的。相反，你有这个永恒积蓄无到永生的观念，你每一个侍奉主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积蓄无到永生。我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要对这个永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啊。
我个人呢，是抱这个观念呢，又过了几十年，啊，我在回望我的过去的时候，我发觉确实有好多东西可以留下来，不除了我刚才讲那个物业之外，不是属于我的，但是它会继续成为这个好多人的祝福。除了这些之外，我发觉我还有好多东西可以存下来。告诉你一两件吧，我有好多好朋友，我有好多好朋友，我也帮过好多人。有些久不久有人会，我都忘记了，他会走到我面前，老牧师你记得吗？你记得吗？其实我都忘记了，我帮过谁？有好多人帮，更多的人是帮我，你知道吗？脚身能够存在到今天，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努力，来需要好多人，有些是我认识的，有些是我不认识，他们默默地为我祷告，默默地在经济上来支持我。有时候我好感动。曾经有位牧师，他告诉我，牧师，他说老牧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有一个老人家是你不认识的，不过他来告诉我，告诉那位牧师，他说老牧师不认识我。但是我天天为老牧师祷告，哎呀，你听到你会感动吗？我真很感动。我能够站立到今天，好好侍奉主，原来是有些人默默地为我祷告。那牧师不讲，我都不知道。我每天，你知道发薪水多困难吗？我每个月发同工两次薪水啊。100个同工嘛，有些全时间，有些半时间，有些是 hourly， 不容易啊。还有 mortgage， 还有 connection， 是不是啊？这个不跟你开玩笑的，怕你没有钱了，cut掉。但是为什么可以过得去呢？因为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我所认识的人，他们成为我的朋友，默默地来帮助，啊，这是我感恩的地方。而且我相信，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这个成为我上次我开一个特别感恩会，其实我有一个我开四座的，请了40人来，这个40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跟我有关，我可以介绍这个人的时候，不是介绍他叫某某美，做什么什么教会聚会，不是的。每一个人大概我都可以讲个故事出来，有些是我帮过他们，有些是他们帮。人生有这样的一个是一个恩典啊，你积蓄了多少友谊呢？啊，在主里面啊，我觉得是一个恩典。还有呢？我刚才讲个故事啊，故事，我有好多故事，我可以讲给我的儿子听，不过你现在不听了，以前听啊，现在他们长大，他们带他们上学啊，在休息的时候啊，我会给讲讲我的童年啊，讲讲我的成长啊，讲讲我的奉献啊，讲讲角色的事情啊，这样。啊，现在我讲给我的孙子听了，啊，你知道能够有美好的故事，能够讲出来，这是一种恩典啊。在角色里面有好多奇妙的故事，我是有份在其中，啊，我常常觉得呢，角色有两个人，起码有两个人，他们应该是要特别感恩的，一个就是我。因为我是倾心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第二个是谁？知道吗？不是我太太，啊，是角生的会计部的主任。会计部啊，做会计的，每一笔奉献，他都看过，他都知道，每一个神职他都知道，不是单单我讲。
都他都知道，这是好多的故事。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圣经里面的话，学习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人生，不单单收割我们努力之后努力后那一种的结果，来是投入在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个教会的一个使命里面，我们一同来传福音，一同来收割庄稼，一同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好重要。好，最后我讲一些快乐，关于快乐我不晓得当大家想到快乐的时候你什么形容快乐的呢你会怎么形容快乐？我说虽然老你形容一下快乐，你怎么什么形容呢那有些人是这样形容的，快乐啊，快乐就是满面春风，是不是快乐是满面春风，就是说你的快乐可以表现在你的面部你知道好多这个快乐的形容都跟面部有关的你没有听过眼眉啊，眉飞色舞，我有没有读错啊？国语啊，眉飞色舞就是这个你讲到快乐都是讲到面部的情况，当然了，内心的快乐就会表现在那个面孔上，同样痛苦啊也会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快乐呢，就是表面上也是快乐那有一种人呢，形容快乐呢，你会怎么？假如更有深度的，就是一种心灵的满足，是不是心灵的满足有一位弟兄，他是这样形容他的快乐，他说他很爱他的妈妈很爱他的妈妈但是不常见面所以有一年呢，他的妈妈来探访他，他是这样形容，我觉得这个真是笑耻今天的孩子不会这样形容的，今天的孩子呢，越飞得远越好的越离开家越远越好的但是这个弟兄呢很好，他说当他的妈妈来跟他相聚的时候，他跟妈妈谈话，他这样形容，他说他希望那段时间停下来，这时候不会过的，停下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以为这个常常是形容跟女朋友一起才会这样形容的，他跟妈妈一起来就这样形容，我觉得这个弟兄不错他说这个好满足，好安慰，好快乐，因为跟妈妈这样一起相聚，这些就那这里讲到快乐呢，是属于怎么样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我的经验它是一种收割庄稼的快乐曾经做了一个努力，付出了一些代价辛苦了一轮然后收割了。那是一种收割的快乐，曾经付个代价，不是不劳而活的那一种，那是付个代价的我记得一个宣教士，他这样来分享他的经验这个宣教士呢年老了回来美国写书写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年老了，什么都做不到了，手没有办法再做些什么事，他的腿也软弱了不能够去好多地方年老了他只能够在安安静静在家里面，但是他觉得现在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回想他过去的事情，他说回想他过去的事情呢，停留在他的思想里面最久的，你知道有些思想吗？你巴不得他快经过，你巴不得忘记他，巴不得没有已经在我的思想里面死掉delete，
但是有些宝贵的经验呢、魏婷常常想起来了，他会觉得很快乐的。他说有几年的时间，他跟几位同样是宣教师，是医疗的宣教师，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医生，医疗的宣教师，去到印度的地方，在不是在医院里面工作，乃是在是很简陋的一些贫民区里面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他说他是一个医生，他要做手术的时候，竟然没有这种灯啊，来，你知道做手术啊，有灯来照住。他说竟然没有这种设备啊，但是有人拿着那个灯是让他来试手术，很简陋的情况，好多缺乏的情况。他说停留他在他内心里面最久的就是那几年最艰苦的时刻，他跟一群弟兄姐妹同心 一起做医疗工作的宣教师，为了救回一个人的腿不要把它锯掉，而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讨论，而能够把那个腿挽回过来，这个是他最快乐的时刻。他同他们同心去为了一个叫一个人的眼睛不需要瞎掉，而给他们做手术，给他们帮助，让那个人的眼睛不需要来瞎住。他说这段时间是最快的，他们晚上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祷告传福音领人归主，那个时候是最快的。当我读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想，哎呀，这个太重要了。我们每个人都会连累，每个人都会连累，然后我更加，我已经70岁了。那但是年老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这个回想就好重要，是不是啊？你有什么可以回想的呢？有什么值得你去回想的呢？有什么是回想的时候会觉得快乐的呢？这个好重要。积蓄五谷到有生，然后三种的收获的一同快乐。我觉得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机会啊。在教会就是这样，我觉得教会假如真的能够大家同心了，把收割庄稼，这是耶稣所讲的那种庄稼，不是我世人的庄稼，我们一同为收割庄稼而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努力，一同的领人归主，一同的兴旺教会，这个会成为你年老的时候最甜美的一个回想。这个好重要，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华夏我们教会，我们一同努力，收获庄稼，一同奉献，一同反上，一同吃苦，一同分担，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弟兄姐妹记得啊，我们的快乐不单是春风满面的，我们的快乐不是单单这个是让你一种感觉上的那种满足的感觉，那种快乐是一种回想起来是回味无穷的那一种，千万不要不堪回首了，年老的时候不堪回首了太痛苦了，年老的时候记得有一些东西是让你回味无穷的，那是最好，这个就是恩典。一同快乐，什么可以做得到啊？按照耶稣的吩咐去收割庄稼，一同去收割庄稼，我们能够一同在一同快乐到永生。有时候我就想啊，永生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永生？在永生里面说什么做什么呢？我是从来不想的。为什么呢？我知道我的有限的思想是没有办法去了解永生的。就好像一个 baby 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那个黑暗的世界，你告诉他：“哎呀，
这个世界好美丽啊！啊，蓝的天啊，啊，黄的花，红的花啊！你告诉那个 baby， 他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这是个黑暗的世界。同样，我们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世界，想到永生，这个是没有可能想得到的。就好像那个保罗在圣经里面讲的，他说神为我们预备的将来啊，预备的是眼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到的。你不要告诉我啊，这个天上啊，永生那个天堂啊，那个音乐好好听啊，不会的，你听不到的。世界的好好听是有限度的，但是你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不知道，那才是最好。我人性也没有想过的，所以呢，我们将来我是这样相信的，我100%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他没有必要来欺骗我们，没有必要。圣经里面好多好多地方讲到永生，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他的 surprise， 他的惊奇、惊讶，你想不到，但神为我们预备的。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力是存到永生。我不晓得是不是大概，我只能够说大概，在永生里面，其中有一样的事情。就是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快乐的。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人生是连在一起。我现在其实都说，你知道永生是什么吗？永生不是等到我离开世界，等到耶稣来才有永生，不是。永生的观念是从你信主的时候已经开始，是这样。所以呢，我现在我在想起来的时候。哎，我 有一件事情呢，我想起来我都觉得好感恩。我就啊，在2004年的时候，在角色的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开始了中国儿童村，中国的那个孤儿院的工作。在我不是我们有钱的时候做，乃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有这个邀请来，好，我走前一步，我平心静走上去。结果想不到不是开一个孤儿院，乃是开了4个孤儿院，我们准备开第5个在贵州，好多的好多的孩子在其中生命改变，这件事情想起来都会快乐的。我相信在永恒里面，当我想起来都会快乐，不单孩子们的帮助，我因为这件事情人经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那种恩典的应许。我曾经告诉了大家，你知道2004年我做了一件事情，我 Horace Harding 这个长岛公路那个 building，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买的吗？是2007年的时候买的，就是说当我做了孤儿院的第3年之后，上帝格外的恩典，让我们不但没有缺乏，而且是能够发展。这个是我想起来都会快乐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刚刚是2014年的时候来的，刚刚第十年，做了这个孤儿院的第10年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你眷顾贫穷。你眷顾孤儿寡妇，神眷顾，这是应许，这是我们可以学的东西。不要用我们的观念来过做基督徒，吃东西是应该的，但是耶稣说我有我的食物，遵行了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收割庄稼，努力之后要收割是应该的，但是还有个属灵的收割，把人带到上帝的祝福里面，那是更重要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在这段圣经里面
来学习一个功课。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思想，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有基督徒的那种生活的方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弟兄姐妹，我很想你们自己来先做一个祷告。今天神有没有向你来讲话？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你有没有基督徒的价值观呢？你有没有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呢？你对于今天的经文你有什么觉知呢？除了努力的生活之外，我们也一同努力去收获庄稼。假如你愿意的话，你自己祷告，在你的座位上，你说：“主啊，感谢你把这个祝福放在我的眼前，让我知道如何来选择。我相信，当我们来选择来跟从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去收割庄稼，去以遵循神的旨意为你的食物，这个恩典会领到。我希望你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亲爱的主，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任何一个人，他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过一个真真正正的用你的思想作为他们的思想，用你的价值作为他们的价值，来立志来跟随你，来收割你所吩咐的庄稼。当有这样的觉知的时候，主啊，你祝福他们，也帮助他们有能力来做到他们心中的立志。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